好，大家好，欢迎回到亚瑟狂生活。那我们现在在法国，我们现在在巴黎的十二区，应该是十一区的。到底是哪一区？十一区，因为十一区和二十区相学配的。那我们这一次呢，有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网球拍啦，要跟法国人。交流一下啦，你知影台湾的实力甲倒啦，吼，所以我现在是台湾代表队，业余组代表队。啊，附近有一些网球场，然后视频有帮我们去预约这个网球球场，它球场是需要预约的，然后还有去预约这个攀岩、抱石的这个，然后我们才在整理行李，等一下要去，等一下要去逛墓园哦，还是逛市场？农产品市场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啊，直接来呀，蛮漂亮的空间。你接上门啊，行李箱放到多少个？我进来讲。哦，好，那就头来呀啦。哎，哎呦，天气超好。你们器材组，阿丽，你生气一个被面包，我就讲。是我自己买的啦。啊，是哦。你没有在他那些店买？我没有，我在他的店买，可是他在做面包，他在忙啊。他说今天很多面包了，然后他都不知道我已经买面包了。这是洗脱烘的洗衣机，然后它的这个热水器，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热水器呢？来一人一个。这是什么？这是法国的小朋友都吃这个。哦，都长大了。对啊，妈想吃。嗨。你说我们等一下去哪里？等一下，是红孩儿市集。哦，红孩儿市集。看到这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我们这团来到 Airbnb 之前的过程？我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那我们还是会去看看我们刚抵达戴高乐机场的时候吧。快到！今天呢，来啊，这大位，还有暖气。啊，要邻居啊，要邻居啊。喝酒。我们要在一起，来加杯酒。哦。所以你们等一下。Nespresso。我们目前有手机的，就是只有五个跟 C。因为它太重了，应该是说它壳比较脆。它壳本来就蛮重。哎呀，下面先拎。两件片哦。下面先拎，你要拎咖啡不？哦，一人一杯哦。够新装没吧？对啊。哦，咖啡够新装，你们来。啊、你加咖啡够轻装。啊，上伊遐有咖啡啊。系啊。啊，干嘛去上伊？免啦，伊可能甲充满叫。伊个阿平无来，你先来充满。哦。伊个充满。做好台，你阿平啦，好。伊个充满那个空运过来。系啊，伊个充满叫。啊，迄个雀巢呀。我怎么看都觉得是蛮。他说他们吃那个不会胖哦，是我最喜欢吃面包。那为什么会长这样？
因为它是有老面去。到两点就要再一滚出来。法国的 croissant， chocolat croissant， un chocolat croissant， 胖 un chocolat， 胖，胖，就是胖了，我们台语的胖。那什么意思？面包。要的。我们台语面包不是胖吗？这个叫面包可颂。面包巧克力。这咖啡上哎，胖是日本话。没有，胖是法文。他吃啊。对。是。是 fork mash， 我这种 du 是你，嗯，je fork mash un croissant， je vous mange un croissant， je vous fork mash manger 哦，那是气质，我们没有啊，je mange 没有事业，我要 manger un croissant。Je vous mangez. Je veux manger un croissant. Oh, honey, bon. 两边配，我是长辈，没事没事，两边。那好吃怎么说 ？My. Del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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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样子啊。对。Delicious. 我干嘛吵架不是这个？吵架，良性的吵架是一个沟通方式。没有啊，是我就是那个。那是你看无到的，你大牌啊！你多好听，你干你啊！你是哦，你是好听的，你多好听，好听的唔讲啦。嗯。这边哪家装掉了？赶紧请水灰盖我送你来。嗯。免灰盖啦，个性盖掉了好啊，你灰盖啥？我有 OK 啊？还要吗？这是海胆哦。同样的那一种好玩。这个是没有。我来这边第一个东西就是啊，长腿兽。对啊，很香，对不对？你刚是讲到骨面吗？直接，而且真的好吃，因为我已经改掉，没有我已经改掉吃面包习惯，不然那个可能会被我吃光光。很讲啊！啊，我小爱一个很喜欢。呼吸。第一个时候很香，很好吃；第二个时候你会觉得很腻，因为台湾的可颂奶油加太多了，对啊。然后真正好吃的可颂，你会看到它层次很多，是因为。它奶油不会加很多，然后重点是要让它发酵，然后让它层次出来。所以你知道吃面包的习惯，然后所以你知道Biang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 ，Biang 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他不是要买可颂吗？他一拿起来，哎。重量不对，没办法。吃完了妹夫变杨敏做的面包跟可颂以后，我们准备要来巴黎街区逛一逛。一直不敢想象自己会来到法国巴黎。下一集我们将会去到位于第三区的红海鹅市集 ，Mer de son fond rouge， 是我们来到法国的第一餐，也是第一次品尝黎巴嫩菜。那我们就下集见喽。用扁豆汤最适应的应该是这个。